想袂到我的水母诶，伫阮丈人爸的心内，敢若值得两千万尔诶，两千万买一间厝阁无够咧，啊，今即嘛是安怎哈？阮丈人爸捌讲过，以后四海集团交我水母来还，啊，那呢，我这狂金的驸马爷，那伫个即个时阵，为着迄小小的两千万，甲伊离婚。安尼唔就等于是有孙家净身出户，安尼我袂服啦。如来，你袂常人教教哦。我本是为着要让我赶紧离开你这个渣男，才决定要摕钱换我的自由。你较甘愿的，钱摕来你签签的，若无等法官判落来，我保证，死到你一定一身无余，拢摕无。你才是真正净身出户。所以你即摆意思是，法律千万条，无值得黄金一条。我的意思是，既然注定无共路，不如今嘛就赶紧放手，莫搁高高停。那真正要算起来啦，家家就是我无够爱你安尼尔。法官要评多一条来破坏甲你离婚，我都唔知影。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提出更加多的诚意来感动我？那无这协调，我接受无？你即摆是怕什么狮子大开口？罗先生。既然阮开出的条件你无满意，你会当讲一下你心内满意的条件，咱继续讲落去嘛。哎，他即摆是安怎？律师遐尼好做啊？啊，是恁来找我讲的呢？爱啥物款的条件是恁提出较对，还佫有，款的是毋我敢有满意？如来，你是头工去甲我刁难是无？你讲你无爱我，是安怎你无爱直接就放我煞？敢讲阮爸的财产，予你长尊严都无爱啊？有真条尊严？你若真正想要跟我离婚哦，你要用钱来跟我谈，还是你要摕你四海集团的股份来跟我？我只要即马，敢那会当用时间来换我后半世人的财富自由啊？你真正有够贪心的？无办法啦。这是天公给我赚钱的机会，我等你好好珍惜啊，敢是？我嘴哪砸掉？家己小贪啊，搁摕性命来讲嘴，这都很细步。看起来我是讲着反背旧债的话，才会让倒顺的。罗先生。咱拄个讲话，我是拢有录音哦。你即摆你狮子大开口，会当摕来做证据，证明是你来刁难阮的孙小姐。我刁难恁，恁主动提一个跟我谈判的呢啊！我遐两千万伤少啦，是恁家己讲我一个满意的数字啊，敢是安尼？我的意思是讲，意思啥啦？不管怎样，爱跟我的水母离婚，就得四海公文来换，那么什么都免讲。拜托你卖水母水母安尼叫好不？我听了哦，老想要吐。我总算是认清你这个人啊！我对你一心苦逼。这么多年，为你付出遐多，对你来讲，什么都不是。到尾啊，我只是替你把金库拍开的锁匙。我真正是后悔爱着你这种人。这就是男神的魅力啊！水母的，你敢无听过？大事情，嘛是爱。我感受到。你也是很爱我的，你等于好好想看看，是钱较重要，还是自由较重要？想清楚。瑞安人无爽快。但是我想要赶紧甲珊珊会当离婚，反背我甲江道新签的约束，
唔知系故乡有土呀。只要最后是因为法官判定珊珊跟我离婚，安尼就无算讲是我主动反背迄个约束。江道生就算讲骨再唔甘愿，嘛无我的法啊。重要的是，珊珊才会当真正跟我切断所有连结，这嘛是我唯一会当替伊做的代志啊。拄只瑞安的模样看起来无啥爽快，面色嘛不好，过雄雄走来变数，唔知影是毋是这两天被拍到内伤。哎，魏珊珊，你是受啥？靠过去的，没有人看你无？人都讲明是在甲你利用，你搁对人安尼狗狗的，是在创啥？安娜，哦，我的水果在那等我呢，别关心我，我只是卫生的老镜头骨压起来啊，啊，不过你免烦恼，我拄只有食药啊。你水面，我敢是头壳破空，你烦恼你，啥在等你啊？我是要去变瘦，啥？你要创啥？因为拄只我的水某甲我呛讲要甲我离婚啊，而且佫讲不管用甚物方法，就是要甲我分开。你敢知影我的心苦，你想要嘴高讲呢？我唔只会听到伊讲，我卫生老镜头佫压起来啊，甚物试探你看卖，看你有变心无？我想袂到你佫遐尼爱我，你是安怎坚持要离婚啊？哎呀，罗瑞安，你这个渣男笨手，你这么搞我听清楚，我袂阁给你机会继续利用我。你搞我婚姻当作是办公会啊，阿妹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跟你离婚。珊珊。安尼就对我啦，你就要离我如何如何，安尼才会当真正保护着你，无受着我的牵连，你要受罪。江乐祥伊即马欠两条魂，伊伫魂魄不全的情形之下，佫着急。想要恢复伊较早时条，伊就必须爱找着用的代替哦。啥货啊？我甲听过食脑补脑，以形补形，无听过啥物掠人的分配来补分配咯。哇，那是要江道先生这个方法，一定为这个方向去进行啦。这下海爷咱一定要赶紧来阻止啦。那是哦，伊掠人的分配来进补，安尼就收班了啦。你讲啥话啦？李平伊安尼讲啊，就是因为伊有看过乌册内面的经文，有伊家己的想法。你先听伊讲完啦。哦，啊，歹势啊，客户，你继续。不要紧，你的顾虑本来就是对。乌册内面本来就是有一条过分悲怨、有点自焚的自焚者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修行的人，万一若拄到紧急的状况，会用的向伊的迄个子孙借因的魂来代替家己欠失的魂魄。迄个子孙，妈，你意思是，操的这种可能是江老师后一个目标？因为超越
是江道生为了什么？过去江道生为着要转生，会用牺牲超越。现在伊既然想要再次转生，当然，伊会甲阮老金，人去甲伊已经离心的超越先决定。安尼嘛真拄好啊！超越，伊什么意思？咱明仔载不是要去定义结婚，我阿公伊就会派人来讲实话，拄好会当顺这个势，甲我阿公骗来吃，和我这尾这只鱼做礼，钓阮阿公这尾大台，安尼咱就有机会。做同我阿公继续做派啊！你在讲啥？无用啦，我袂当你去冒险啦。超越，你阿公即摆已经起痟呢，什么恶毒代志拢做会出，而且还绝对袂带你啊！你是查某孙借情分，你搁要摕性命去甲伊搏？无用的，上危险啊！咱另外找方法。超越。阮爷的心情就是跟我同款啦，就亲像啊，我不准你妈妈伊去对付江道生，把这个责任哦，家己一人担起来。啊，阮爷当然嘛无希望，伊家己去自我牺牲啊。所以我感觉，给你妈一点仔时间啦，会好好去体会乌色内面的奥妙，啊，了解一寡美感。人伫咧讲嘛，万变不离其宗啊。咱只我都找出一个彻底解决的方法。啊，不过爸，我想要保护恁。啊，不用的啦。今嘛只有我有机会会当做阮阿公的摩格顿，而且这是阮爸的，阮爸希望阮阿公会当重新做人。温雅，妈也知你烦恼超越，我赶快嘛会。啊，不过假使超越若拄着危险，妈无可能讲点点什么拢唔管，无任何作为。就是讲啊，妈是辛苦呢，妈会保护我。阮爸伫天顶，妈会支持我。邪不胜正，我即马充满正能量。而且我相信，这是我成为江家的人的使命。不要，别烦恼我。你要相信，这次我绝对会成功的。嗯，安尼做确实是真冒险。啊，不过若照目前的状况，万岁超越这个想法了。真正会用把江道生这件大事彻底做些解决。甲周军联络的手机啊，好江道生的人提起啊，即马甲我带来遮，一定知影是我去通报的。你是安怎对付我的？唔对啊，伊故意利用我去上海山山，应该袂对我安那个对啊。坏的，有救到地当一个口啊，嘛有保护到阮俊义一家人。等这道江道生配合伊，互伊驾驶拢无要紧。我气消消的，安尼佫有时间会当退休，叫马片，暂时安化解今仔镜头。主要来遮什么代志？你认为还有什么代志哈？我唔知。我本来害你物件啦。我下骹手人我的身上摕着这支手机啊，代表的讯息真趣味呢。Friend。